难得在白天看到我。我不是有说今天下午开台吗？今天会有 VOD 吗？我没办法保证我不会出什么事。我是已经先传你在这里了。CK 的，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好像没什么，这只是现在觉得没什么。但我觉得这件的露的程度跟比基尼有的比，因为它下半身真的那个叉是开到腰上的，我的骨盆都快要露出来了。所以今天要拍骨盆写真。谁的骨盆最端正？我的骨盆最端正，端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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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这三套泳装，最后一套真的是最露的。就两拍三套？没有啊，只要拍一套，另外两套只是开台。那可以拍最露的吗？干嘛啦？我要拍的当然是。对啊。套子会付一套钱。是高妹，二子老板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我们其实没有特别查气象预报，我就是单纯是挑今天。前几天我就说我已经预感到了，就是台风会走。哇，今天真的要开货真价实的泳装台，其实我还蛮紧张。你没开过泳装台啊？没有，这是我的初体验。第一次我就要收下了。对，观众们就要收下我的第一次的情，一定要好好温柔的对待我。今天是那个啦 ，CK 写真感谢季，因为 CK 写真预购超过1000本了，然后顺便拍 CK 泳装的生写真，然后给这次有预购的所有 CK 写真的大家免费附上。哇，这边好多明星，哇，这个房间大漏哎、欸，这个在窗边坐那老师会被看到。靠边餐厅，哦是餐厅哦，对不起。云之呼吸，好热哦。泳池，哦，好热哦！哎，可是挺好的。哎，这真的很深哎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，它很深哎。虽然说是不会灭顶的程度，但比我想象中深，因为我以为它就是一般的戏水池。喂，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吗？你们在冰箱？没办法，因为它现在过热，我现在必须让你们就是冰冰的。你们先冷却一下，你们先在里面等一下。 2000 years later， 有好一点吗？我还没有很好，慢慢来。看它真的超高的，它这个位置在腰上。Nice， 感觉超级真的是超级高帅。这不像馒头是什么意思啊？
赞哎，看起来超有夏日的感觉。左峰说这张屁股很像馒头，而且我屁股跟身体真的有个色差哎、欸，因为今天小江在帮我擦屁股的防晒的时候，他就说屁股真的很白哎、欸。还是我现在来放一次，看一下我是不是有好啊，你在这边放。你这样聊天是不是晕哦？烦死！他猫吐了啦！这件呢，它的背面也是以为的，蛮好的、啊。好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